請出第一位嘅參賽者，彭婉陽。大家好，彭大哥你好啊！嚟嚟嚟嚟嚟，我哋每一次一見到面都係咁樣噶，大家睇曬咁樣。好啦，彭婉陽你好啊！你好。上個禮拜咧，即係依稀都記得啦，即係評判咧對於你嘅評語就係話：哇，唱嗰啲廣東歌嘅時候咧咬字啊咁樣，都比較上辛苦下嘅。今個禮拜要唱出一首咧給媽媽嘅歌，究竟？你揀嘅廣東歌啊、普通話歌、英文歌，一話係咩即方言嘅歌咧？其實呢首歌對我講都有啲難度嘅，係因為呢首歌嘅歌曲嘅方言咧，唔係我自己本身學嘅。哦，西班牙文啊，定係我係潮州人啊嘛。啊，陸豐話咁呢個係白話。好啦，嗱，今日咧要揀選嘅呢一首歌係嚟自陳奕迅嘅《手托》。阿妈，由细到大，你都好锡我。细个时候，屋企穷，我想食咩，你都谂尽办法去买俾我食。呢几年，我行紧一条比较艰辛嘅路，我知道我带咗好大压力俾你哋。俗语话话，做阿妈唔会嫌弃自己嘅仔有冇出息，只系希望佢哋平平安安就足够啦。就算我唱歌唔系咁顺利，你都冇怪过我。其实我知道你心里边唔好受，但你反而不断鼓励我，仲同我讲失败冇咩大不了。前几日我翻咗屋企，你煲咗一碗油金鸡汤俾我饮，真系特别好饮。你对我嘅关心真系无微不至，相反我自己可以为你做嘅实在太少啦。所以呢次比赛，我会倾尽全力，用最好嘅成绩去报答你。妈妈 ，I love you。将呢首歌送俾现场所有嘅母亲，祝你哋母亲节快乐。醉。
太沉重，你要轻轻带过。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，孩儿在公司很忙，不需学堂。 And shall we talk， 斜阳白讲一趟，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。今日咧由开场到散场咧，佢干噶啦，干噶啦会。阿妈，咁啊，今日啊，彭远洋咧，第一就系佢同妈妈读嘅信嘅时候，佢好有感情啦。第二个，今日系我哋由头到尾听到彭远洋嗰个温柔嘅一面，即系佢真真正正系收敛咗而去唱呢个歌嘅。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，最感动梗系封信啦。但系就你唱只歌感动唔到我，因为你唱惯咗呢一好澎湃嘅歌，一唱一啲深情啲嘅歌嘅时候咧，你嘅样旧，但系你嘅心出嚟打动唔到我。陪我讲，陪我真真正是眼泪谁跌得多？我觉得因為佢素來皮膚唔係咁好咧，咁今日佢著咗白色衫咧，成個人就精神咗好多。咁啊，跟你咯，唔係我好少著白色衫。咁佢媽咪煲湯俾佢咧，我諗雞湯唔係啱佢咯。聽我提關心你嘅，搣細啲皮，係啦，咁就唔肥噶啦，啲皮膚就會好。既然又讀完封信，又唱完首歌啦，用一個澎湃方式去同你媽媽講一句咧，你心底裏面嘅説話送俾你媽媽。今日母親節喎，這輩子我能做你的兒子，是我最大的驕傲。哇！我覺得做媽咪嘅聽到呢句説話真係咩都夠，所以。我做老豆嘅，我都感動到差唔多想喊嘅啫。真係我都想做阿媽，可唔可以父親節快到？六月，下個月，下個月啊！好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不如睇一睇巴黎雪原味去豆精華素積分榜啊！喂，我講到唔好，俾啲多啲掌聲啊！唔該。彭远洋需要打头阵的分数会是68.8分。多谢老师 ，thank you。喺呢度又要恭喜你啊！暂时嚟讲咧，最高分，第一位添啊，可以话啊。